准备材料。爆浆虾圆食谱，切开中间，把它清理干净。洗干净带回备用。70克大虾，70克米饭，30克清水，搅拌均匀。倒入碗里，加入2 TBSP 胡萝卜粒、1/8 TSP 盐、1/4鸡精粉、1/8 TSP 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手掌擦点油防沾，1汤匙的虾肉，少许的芝士碎，包起来。搓至椭圆形，简单搞定。倒入少许食油，稍微热了，中小火慢慢煎。煎至金黄色，捞起上碟，香喷喷完成。喜欢我的食谱，记得按赞、关注与分享。